在场里，侯男子先出拳重击，来男子也不甘示弱，连续回击好几拳，双方打得难分难舍。一旁同事见状，赶紧上前劝架。随后来男子短暂离开，再出现时手拿着铁质轮等，来势汹汹，不断呛虾。侯男也没再怕，赤手空拳应战，两人爆发激烈拳舞行，也惊动警方到场。那你受伤，你吃一下，真的。 你验伤单？民警抵达现场，两人已经分开，没有继续打架，情绪也明显冷静许多。哪里受伤？我是头啦。你指一下。对，他打我的头。啊，你指的？看哪里吗？但经过一番搏斗，受伤挂彩，必须先送医治疗。 下午2点多，新北汐止一处货柜急散震，两名大货车司机爆发冲突。肖姓男子请林姓男子移车以便领货，但对方认为他态度不佳，两人爆发口角互殴。林姓男子头和手腕受伤，另一人则是头手、膝盖都有挫伤，事后互告伤害。换车位的问题，领货的车位。同样都是大货车司机，为了小事耐不住气，一时冲动往内互打，也让同事情谊产生裂痕。记者黄怡俊、蔡雨山、新北采访报道。